好，来跑起来。我要吓死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爸，我现在人在大稻埕码头，那现在太阳蛮大的。接下来我要测试这个 X50 Pro 微云台的科技。那等一下我的小孩会在前面跑，然后我会追着他，那我们就两只都开这个录影的模式，然后来追着他跑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有多稳。OK， 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你们开始跑。好。然后接下来我来倒着跑。倒着跑，然后你们骑慢一点，然后让我追一下，然后倒着跑。OK， 来。好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纯粹走路的，好，看一下它走路可以抵消掉多少震动。好，我们走到岸边这边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然后拿着这样子收吃，哦，同样的角度，然后往前走。现在全程都是手持录影，好，只靠这一根棒棒跟这个脚架，好，全部都手持，那可以看到它的稳定度。好，继续走。我们快要走到这个拱桥了，走到拱桥应该是一个考验，因为这边上下坡会比较陡。好，大概就测试到这边，这是 X50 Pro， Vivo 的 X50 Pro， 那它搭载微云台技术。OK， 我是云爸。好，来，走。好。
然后我从这边再跑回去，我从这边再跑回去，多录个几次。这次我近一点。近一点吗？这样吗？对对，这个距离。这样子好了，啊，这样子比较不会遮镜头。好，来走。妈的，这样更难跑。为什么要跑十字？太难跑。